培训班。哎呦呀，这个球是捕手没有接好，跑者现在上二三垒，哇，这个战术、这个、是这叫战术免烦恼了，现在还不用做战术，自动送给你二三垒，哦，真的感觉有那个九比八的那个味道、哦。问题是谁抢第九分？谁九谁八还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